Billy.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y don't you run from me? What are you wondering? What do you know? Why aren't you scared of me? Why do you care for me? 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 Come here. Say it, spit it out. What is it exactly? Your pain is the amount cleaning you out. Am I satisfactory? Today I'm thinking about things that are deadly, the way I'm drinking you down.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丑丑。受到万圣节的影响，最近在 ins 上经常刷到各种各样的恶魔妆容，太让我心水了，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这次用到的是京剧化妆油彩，我已经提前做好妆前和遮眉了。上完这个底妆之后，真的莫名的像小时候别人结婚吃的那种喜蛋，真的是还原百分百。这个肤色配上我的唇色，我感觉我中毒不浅。那我走一走。我美吗？你很美。还是用到散粉封印术，千万不能省散粉。这次的修容我会用到一个玫红色，再加上黑色进行混合。其实我后来发现修容更适合用紫色，会更好看一些。现在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五官的喜蛋，越看越像。再用黑色的眼影画一个眉毛，再用深玫红色加深眼头和眼尾。天知道我加深了多少遍，它才看出来了一点颜色。之后再用五彩斑斓的黑加深一下眼头眼尾，将整个眼窝都勾勒出来。之后再勾勒一下下眼眶，再用遮瑕画一个光晕截断，用深紫色过渡一下 cut 的眼头眼尾。其实我有在中间铺亮片，但是那一段完全虚焦，就没有放上来。再稍微过渡一下眼尾，眼线就画的稍微再夸张一点，再开个眼头，下眼眶也要戴上哦。之后再用黑色的眼影加深一下眼头眼尾，让它和眼线融合的更加自然一些。然后我在眼睛中央又铺了一些较大的亮片，再用遮瑕稍微修饰一下眼睑。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妆都适合画瞎睫毛，像这么黑的画上去就等于画了个寂寞。再贴上三段比较夸张的下睫毛，之后就是对修容的各种加深。这个妆应该最适合万圣节那天出，但是没有赶上。你们就当我这个人不喜欢走寻常路，就是在日常的时候喜欢出大妆啊。对，弟弟的修容我画的也太重了吧，真的好像小胡子，当时还没有发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又到了雕光时刻啦，这次用到的是卡姿兰敦煌博物馆系列联名的高光，外包装的配色和花纹都透着一股浓浓的敦煌味儿。它的内部雕花复刻的是鹿王本身符，超级精致，试色的时候都有一点舍不得下手。一号色踏云月金是一个很日常的香槟金色，今天的主角呢是二号色铃鹿烛光，粉色的偏光搭配这个浮雕，这只鹿怕不是天仙下凡了吧。这块和一号色比起来会更加闪一点，粉质非常细腻软糯。上脸就是仙子在你的脸上撒上了一层粉色的碎钻，波光粼粼的感觉哦，超级好看。之后就是唇妆的部分，我发现我真的非常不适合唇部外围是很深的颜色的唇妆，显得我整个人非常的老气，所以我就加深了嘴唇的内侧，将它们稍微晕染开一点，让脖子和肩膀也雨露均沾一下，再让眼影稍微加深一下锁骨呀，脖子两侧呀，让自己看起来很瘦的鸭子。额头上的九九是我用 A4 纸剪下来上色贴在头上的，之后再叠加一些透明唇釉，妆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 Billy，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y don't you run from me?
me? Why do you care for me? 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 Come here. Say it, spit it out. What is it exactly? Your pain is the amount cleaning you out. Am I satisfactory? Today I'm think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are deadly. The way I'm drinking you down.